Euphoria.刚才跟谁错路了？我跟你讲，跟谁跟谁错路了？OK，OK。然后这次海鲜，海鲜炖饭啊哈。稀饭。公司一讲，公司司机说每天在这里走路就是做飞的，的确是的。这城市的人不需要gym的，每天在外面走路就可以了，全是坡，抖得要死。什么意思？天哪！Oh my god！你冷静，没有屁股的不是当地人吗？你在好吗？ What the fuck？这个 Oh my god！吃海鲜，你要吃什么？Wendy，好吃吗？海鲜，好吃。蛋挞，蛋挞，蛋挞。
长得很像法斗，下面那个鱼我也不知道它叫法斗。啊，这个鱼长得好像燕子啊。燕子，魔鬼鱼。不要那么黑暗好不好？干嘛？搭电车。哇，可以转，这个超棒的。哦，不行啊！哦，死他们了！啊，让他们，让他们走，因为要开始。他应该旁边走到不能走吧？他们走了，嗯。回家啦！然后我再两个月就要23岁，哇！恭喜！我现在还是22，我在22的时候毕业旅行了，我在22的时候还是21呢，要毕业了，你也是不到一个月就要22，我们俩还有半年，珍惜一下。我6月就要22了，6月底，6月20。我回家要吃泡面，然后我今天月经来，很疼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check in？ 我房间现在东西有点太乱了，好恐怖吗？哇，你的爱心好可爱，Lisa的爱心。